文黄鲜亮最近网传李晨的北京四合院曝光，还有不少网友估算出这个四合院的不菲价值。今天傍晚，年味有三的官博发出一条微博，告知网友们：蒙古包、游艇、四合院和游轮，真的不是我们节目嘉宾的个人所有，是节目组用经费租来的场地。随后李晨工作室的微博转发了这条微博，辟谣网传四合院并非李晨本人房产，而是节目组准备的拍摄场地。李晨工作室的微博配文：网传李晨四合院相关信息，实为李晨参与年味有饭录制时节目组准备的拍摄场地，并非李晨本人房产，请勿再以讹传讹或小事听。祝大家周末愉快，相信这次辟谣之后，网友们不会再以讹传讹。有网友指出，这期节目李李晨也并未对该四合院做过多的介绍，请网友不要轻信谣言，不要传播谣言，谣言止于智者。网友们不妨去看看李晨和妈妈录制的这期年味有饭，这期北京四合院里录制的节目很温馨，传递了传统的过年习俗。我们期待年味有饭第二季节目的暖心播出，也期待关注李晨的朋友能把注意力放在接下来他出演的作品。